上一集说到，有一群人来帮忙寻找摩尼宝，但是把池水都快要掏干了，把河床的泥土也挖了，还是找不到摩尼宝。吉纳嘎老师看到大家都很疲累了，所以他就指示大家停工，然后呢他自己去禀告国王。国王听到吉纳嘎老师的报告，知道找不到摩尼宝，虽然国王觉得很失望，但是当国王看到大家已尽力了，他也就满意地说，谢谢老师和大众，虽然找不到摩尼宝，但是你们已经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啦，这样我也就满意了。过了不久下雨了，所以当莲花池再次涨满了水，摩尼宝的光芒也再度的出现了。威提和国王知道以后，就命令希纳嘎老师再一次去寻找。希纳嘎老师很快地宣告大众再一次一起来掏池水与河床的泥土。虽然希纳嘎老师集合了许多人来找，但是从早上寻找到晚上，结果还是一样。他很疲倦地禀告国王这次的情况。国王想，这不是普通的情况，连希纳嘎老师都还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谁会知道呢？国王突然想到马赫索贤人，也是国王最亲近的贤人，他就立刻命令人去请马赫索来。当马赫索来了之后，国王就告诉马赫索全部的事情经过，说，我亲爱的小贤人，我听说在莲花池有一颗放出闪耀光芒的摩尼宝，所以我就派希纳嘎老师去处理，虽然把全部的池水都掏干了，连泥土也挖了，就是找不到那颗摩尼宝。小贤人啊，你是否可有方法帮我找到那颗摩尼宝呢？当马赫索观察了之后就想，这件事可能是有很特殊的原因存在吧。当国王说完了，马赫索就立刻禀告国王，陛下，这件事并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。你说这件事只是小事啊？国王问。是的，马赫索自信地禀告，并且勇敢地回答说，陛下，请您给我一个机会，请陛下现在就到莲花池那里好吗？为了看那颗摩尼宝，威提和国王听到这样的邀请，请他亲自去证明这件事情，非常开心，就立刻命令随从准备出巡到莲花池那里。顾问们跟随从们一听到马赫索的邀请，心中都产生了同样的想法。以前我们只听到马赫索厉害的传说，但是这一次是一个好的机会，可以亲眼证明了。他们都跟随着国王一起去出巡。那时在城市南部的莲花池的池边已挤满了好几千位民众，大家都一心一意想等待看摩尼宝。现在摩尼宝就在莲花池水中放出光芒，但却是看不到摩尼宝的出现。马赫索一来就立刻直接到了莲花池的池边，他站着观察。
虽然莲花池相当的广大，但是马浩索观察了一会儿，马上就知道所看到的光一定不是从池中放出来的，那只是摩尼宝所反射出来的光芒而已。但是更难的问题是在于摩尼宝是放在哪里呢？这个问题在心中涌上来，马浩索继续想，摩尼宝不是在池里面，那就应该在莲花池周围的某个地方。这样想了之后，马浩索就开始观察，并且四处查看，让等待的大众都感到疑惑，难以想象马浩索他的心里实在是在想些什么。虽然不知道马浩索到底在找什么，他们也跟着抬头查看，在寻找摩尼宝光芒的来源。突然看到一棵唐野树，树干特别高大，它离莲花池边的距离不是很远。最后马浩索判断，在莲花池显现的摩尼宝之光芒只是摩尼宝的反射而已，它是肯定在那棵唐野树上。马浩索就很肯定地禀告国王：皇上，我已经想到了，我认为那颗摩尼宝一定不会在莲花池里。小贤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现在你不是看到闪耀之光在池里的吗？看到了，皇上，但是不表示摩尼宝就得在那个地方啊。马浩索如此禀告之后，请求国王许可他证明给国王看。他叫人去拿了一个很大的水盆，装满了水，然后放在莲花池边。水盆一被放下，灿烂的光芒也出现在水盆中，跟莲花池的光芒是一样的。马浩索就禀告：陛下，请您看，不是只有在莲花池那里才有摩尼宝之光芒而已，水盆里虽然没有摩尼宝，也有闪耀之光出现，如同莲花池中之光，那光亮是来自摩尼宝光芒的反射，而它就在莲花池周围的高地方。维提和国王看到水盆中有摩尼宝之光，会如何说呢？请稍待一会儿继续观赏。刚才我们说到，马浩索当听到有关水晶球的事与威提河王的寻找方式时，就禀告国王说：陛下，这样的情形应该不是很难的事。然后就请国王往那个莲花池去。官员们及宫廷人员知道国王接受马浩索的邀请，要去莲花池那边，就高兴地说：
在此之前，我们只有听过马猴兽的名字，可是此次我们能亲眼目睹了。所以全部都请求也要跟随国王去。当马猴兽来到的时候，观察了一会儿，马上就知道所看见到的光其实只是莫尼宝光芒的反射，而且他看到离池边不太远的地方有一棵高大的唐野树，就猜测所看到的东西在池里面的莫尼宝光芒只是莫尼宝光芒的反射，而且一定是从那棵唐野树树梢上反射出来的。当如此肯定之后，就禀告国王说：陛下，摩尼宝不是在此莲花池里哦。他如此禀告后，就请国王观看另一颗摩尼宝的光芒，于是叫人准备了盛满水的大盘子，将它放在池边，接着禀告说：在此水盘虽然没有摩尼宝，但是还能显现晶莹光亮的反射，与莲花池里也同样的情形，所显现的是晶莹光亮的反射，其实那只是摩尼宝光芒的反射罢了，它一定是在这个池子周围的高地。当威提河王看到在那个水盘里的反射光芒时，就说：啊，那边我也看到了，没错吧，摩尼宝一定不在那个池里。小贤人，这样的话那个摩尼宝会在哪里呢？陛下，那个摩尼宝一定不在莲花池里，我认为一定会在那棵唐爷树梢上。马猴所坚信地禀告。小贤人，是这样吗？国王就问。马猴所也坚持地说：陛下，真的是这样，请您派人爬上去把它拿下来奉献给您吧。虽然国王还很怀疑，但当想起马猴所已经加以解释，而且在此之前也证明过他的智慧了，就不再反对，于是就命令一名臣子说：你爬上去查看一下，在那棵唐爷树上若见到了摩尼宝，假如真的有摩尼宝，就将它拿来给我吧。一心一意在等待结果的人群看到臣子接获国王的命令后，就赶快熟练地爬上那棵唐爷树。当那位臣子爬上那棵唐爷树梢时，他看到一窝乌鸦，在乌鸦窝里真有一颗珍贵的摩尼宝。那位臣子看到那颗摩尼宝后就很高兴，赶紧拿在手里，然后才转头向在下面的人群，并把摩尼宝举到头顶上叫喊说：在这儿，真的是有摩尼宝。在那里的每个人亲眼目睹到马猴所敏捷的智慧之后，就对马猴所产生更大的敬仰，都兴高采烈地大声欢呼。马猴所从臣子那接过了那颗摩尼宝，马上将它呈现给国王。到这里来观看此事的大众们都禁不住地赞赏马猴所，大众的赞美声音响遍整个地区，但也同时对喜纳嘎老师激烈不客气地指责说：
哦，西纳嘎老师真是愚笨啊，还叫我们下去掏干水，真是累死了。还身为是大闲人，却让我们跟着他白费力气，真的不像样。如果没有马猴走，我们也不知会挖到什么时候。至于威提河王拿到了那颗摩尼宝来欣赏后，心里就更愉快了。看到马猴索有如此的智慧，就对马猴索越来越满意。国王解下在当天所穿戴装饰在颈项上的珍珠项链，马上赐给了马猴索。连当马猴索侍从的1000位童子都能得到珍珠手镯，用以当成奖赏。从那天起，威提河王对马猴索就更给予洪恩厚积。如所看到的，国王不管要去哪个地方，马猴索都成为在国王身边最亲近的闲人，每次都要跟随着国王一起去。而国王每看到什么东西使自己有一点疑问，每次就会先请教马猴索，马猴索就趁那机会以他广大的智慧来禀告国王有关那些事情的原因。智慧在马猴索心里是高尚的宝库，才刚开始展现出威力，就能让大众看到。所以智慧就如明光，使人能看到生活之道，该要走哪条路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当举起光明智慧之火炬，被带领的人们就可以跟着走，并且使跟随着走的每个人都能达成所愿。智慧是我们能让它增长的，按照训练的程度，即使是初级的智慧文慧，就是来自专心聆听，是由专家们的知识所得到的智慧，或专心从书籍上所学习到的。终极的智慧，也就是思慧，是来自思想、研究、证明、试验的智慧，直到能知道及证实这个结果。最高级的智慧是修慧，那就是来自禅修的智慧，要进行禅修，直到心能宁静地见在体内的光亮，进入到在每个人体内的智慧库，它能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并且为每件事情带来成就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各种级别的智慧，要勤奋学习与练习，能增进才智。因为智慧它改善了自己的人生。马猴索到了皇宫里生活，那只是开始而已，将来的事情会是如何发展，请继续观赏下一集。